5个小时很久，我是第二个人，也可以叫做是我一个人的旅行。我打工换宿大概23或22天 ，exactly 我要到的地方大概要8个小时 bus， 进 bus 里面之后，我一个人两个人，所以我讲话不敢很大声。然后就小小声讲，希望你应该听得到。就 bus 已经开了，你看，今天的天气很好。我现在知道台湾的 bus 有种 USB charger， 水。我不知道 Malaysia 的 bus 有没有很亮，我不知道 Malaysia 的 bus 有没有这一种的功能啊，这一种的服务。哇，台湾的 bus best。有 USB charger， 然后又这个巴士有 WiFi， best 哎，很喜欢哦。9:25，然后我现在在台中，还有一半没有，还有1/3啊，应该还要三四个小时还可以到。然后刚睡了一下，然后现在继续睡觉啊，老睡。12:10有一个 bus 要去我要去的地方，然后现在我要去一个 seven， 啊，看到在对面，我要去 seven 进钱，进一个一卡通，就是一个呀，还大钱够这样的钱，这边有斑马线，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过哎，哇！再刷一次哈，好，谢谢。不会。我就到了，我 bus 到的地方了。现在我就要滑板去到我那一个的 hostel， 那一个的民宿，1.5 km， 滑板大概15分钟就到了。可是现在背很重啊，背顶不住哦，累啊，天气很热。呜。
才差点死掉。刚才游到一半，那个浪突然很大，差点把我冲掉。现在我们要等别人吗？哇，这边很热闹，好热闹啊！身影呀！朋友的店，然后现在在垦丁大街，然后 best 很多东西可以逛来逛去，然后今天第一天很累，没有很累，玩得很累，然后讲到一半，我就今天那个刚好买这脚啊，这一个脚链这一个，我选了很久才买得到，不然我选不到，我选择有困难症啊，我想说选黑白配我的 penny board 比较眼，然后这个店很 class， 很外国 style， 很 Bali style。OK 啦，今天的 vlog 大概是到这里，然后我现在要 edit 回这一个 vlog， 然后基本上大概是这样，然后现在都很晚了，所以回去 edit 这个 vlog， 然后大概至少是这样，然后就到结束。